那是你助理吧？我家备用电源坏了，能帮我看看吗？王栋过五分钟之后来接你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新款包包随便选啊。我会差你那几个包？陈丽，你今天走了，我们十几年的友谊就到此结束了。喂，我跟你绝交啊！没停电，但是备用电源坏了，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，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。我检查一下，线路没问题啊。哦。我可以去阁楼看看吗？嗯。介意陪我喝两杯吗？你不怕我喝多了又……我会赶你走的。你应该不会再赶我第二次了吧？我发现我妈给你安排了工作，以为你经不起利益的诱惑，走的时候还不忘出卖我一把。嗯？大成总给我安排工作，什么时候？就那个什么社区服务的 APP 开发，那个是大成总安排的吗？嗯，不对啊，这不合理啊。但是他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，我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以前太要强，所以总是跟自己较劲，然后你一旦达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个样子，你就会盲目的自卑，否定自己。其实对于关心你的人来说，你比你想象中的要重要很多。谢谢。不过，作为关心你的人，我倒是想问一下，你那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但是如果要是你不想回答的话，你也可以不回答。出国前出了点事故，但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然后就落下了病根。嗯，那你身边的朋友啊、家人啊，都没有人跟你讲吗？可能都怕刺激到我吧，所以没有人说过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不是中学同学吗？你可以帮我去打听打听我在学校的事情，说不定我能想起什么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福尔摩斯寻寻。好，福尔摩斯寻寻，我想要你回来工作，可以吗？你还相信我吗？你自始至终有没有骗过我？其实我允许身边的人犯错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容忍欺骗。如果骗我，一票否决。那你就给我涨工资，两倍。不行，涨三倍。
你朋友在我家喝多了，睡得跟猪一样，今晚不回去了。啊，真是好上了。我的手印，你可以拿去鉴定啊。你也不能强买强卖吧？这是你自己自愿的。福尔摩斯勋勋，我想让你回来工作，可以吗？那你就给我涨工资，两倍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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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涨三倍。降薪20%。程丽，你这个骗子！萱萱，你到底想没想过你将来要做什么？你不能一辈子给他当助理吧？那程丽给过你任何职业规划吗？我只是本能的觉得，程丽可能需要我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现在这个情况，有什么资格谈喜欢不喜欢呢？我都快30了，要是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的话，我都会看不起我自己。你怎么总是习惯性的自我贬低呢？你是以前太要强，所以总是跟自己较劲，一旦达不到自己的理想，你就会盲目的自卑，否定自己。我就是不想让自己变得不切实际，不想让自己变得可笑。那你就不该回去。如果你要是喜欢他，想要有所发展，那就应该独立出来，以一个独立优秀的女性身份站他面前。但你如果不喜欢他，那就是份工作，你就要跟他谈条件，总是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，你这是自降身价。我不喜欢他，我也不能喜欢他。你能管得了自己的心，也管得了他的心吗？我今天正式通知你，我没有女朋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行。萱萱，你可以追求所爱，你不比任何人差，但是现在的时机，我感觉就像是你面前放着一个巧克力熔岩蛋糕，哎呀，看上去闻上去香甜可口，无比诱人，但这个熔岩它温度很高，你要是不小心的话就会被融化掉，你懂吗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会让我自己变成一座冰山，再糖的巧克力都会被我冻成冰的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呢？啊！谢谢你们，恭喜萱萱二进宫！关门。